草鱼。草鱼啊？炒那个虾啦。炒虾啊？你这个是真的酱油吗？对。天哪，真的酱油？它还有瓦萨比啊。是哦。天哪，哇，你炒那么多虾子，我吃不完了，弟弟。不会啦。不会啊。没关系，明天再炒给你吃就可以了。嗯，这个明天再炒给我吃啊。好。来，继续炒啊。姐姐，你要不要来一碗？姐姐不要吃哎。弟弟说这个是虾虾，不是橡皮筋。是有想象力才看到它就是。嗯。煮好了。好，那我的份你帮我装一下好不好？关瓦斯。好，这是我的份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还要加。加什么？这个，是掉下来了。那个啊，好恶心啊！这个是酱油哎，这个真是酱油，天哪！恶心。好，我待会擦一擦，我待会擦一擦。弟弟，我看你的手，都酱油手哎，你的手都酱油了。没关系，我是大厨。好，没关系，那你就这样子吧，到时候记得洗手就好了。你要加什么？那是洗手的。哦。洗手台。好。太多了，吃不完那么多虾子，弟弟，我够了，你拿给我，快点，我吃一吃，我要工作了，爸爸很忙了，快点，给我吧。是哦。要吃人家这样做不出好的料理。哦。谢谢。没有汤匙。哦，好。好，谢谢。好。啊，好吃，感谢大厨，谢谢你。好，我吃饱了。来，10块钱可以。你再吃一口啊！哦，好，好了，我吃完了，谢谢你，十块钱给你。十块钱会不会太少？不会啦，刚刚好。吃虾